在永康街附近之前，在五年前有成立一个 4F Cooking Home 的一个教室，它是一个厨艺教室。那我们想结合的感觉就是把厨艺然后饮食然后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但是是很舒服，让大家会去享受那个 moment 的那种感觉。那有了这样的概念，我们突然有一天突发奇想说，哎，艺术也可以跟冰淇淋跟饮食或者是音乐各方面层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所以这间 Amperson Arts 就这样成立。我们想说带给大家一个艺文空间，那跟冰淇淋做结合。那我们有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有一天去吃着冰淇淋，那个空间然后跟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像我们尝试看着冰淇淋融化，那你当下那个 moment 就是要赶快去吃掉它，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很能活在当下去享受那个 moment。 那跟看艺术品一样，艺术品可能是某一个时段这个档期展完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音乐会或者这个 concert 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你去享受那个 moment 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一开始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觉得概念非常好，因为在我们这空间上，冰淇淋是一种味觉上的享受，那艺术品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那刚好有这个小屋计划变成是一种听觉上的享受，我觉得刚好把所有的概念都结合在一起。那因为我在各个层面上也发现说，哎，可以有可能是书店或者是冰淇淋店有无限的可能，就跟我们 Amperson Arts 一样，我们把 A 倒过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数学上面的一个符号，是无限的可能。所以这个小屋计划就帮我们把这个用音乐把无限的可能都串联变成可能。都曾经过被直接以后只剩下